包大爷，你能不能够快点了？人家喊你打鼓子，那太阳都出来了。来了来了，我在换衣服了，要不要拿个浴缸去？人家喊你脱裤儿下去摸鱼，你打浴缸儿，打鼓子，搞快点啦！人家你在打鼓子，人家就搞得多快，人家打个鼓子，你个筋都在屋头摸。那我就摸鱼，现在我就打。有鱼，搞快点，别偷懒哟！哎呀，哥，这锅子不是我布的哟。你说下次嘛，我都带鱼来了哇！哎，要不是你刚说这头有鱼的话，那来了都不得来嘞。是不是？昨天你摸好鱼，你那才发那心。那些鱼昨天上在我那儿耍着耍着，那就来一盒。昨天还没听到那打电话来报喜呀？昨天没声噻。你又是玩恁轻松哈？投胎没得那么快，可能都下不掉。就是那烂子巴扎的，好像那生过一样。这是我们生出来过吗？哎，今年嘛比那个丰富多噻。我想知道你咋不分的。加油站啊，这人多还是快单，过一半了。过完好摸鱼哦。摸摸了，凭个人本事啊。这个鱼是有的哦。走，快点！哦，好了，这里太偏了，不是？好啊。你咋子没去整的菜哟？来，这有好多嘛，弄点凉菜，然后排骨烧苦瓜，然后弄个鸡蛋，就差不多。咦，这个好麻烦哟，还有一红烧，还有一炒，还有把不进凉菜拿出来弄成一锅，反正这个男的又不讲究嘞。这得蒸成一锅，蒸成一锅烧就摸鱼。要得嘛，那我就。今天烧炒我是好久摸鱼哦。要得呀。现在只有一样一锅不？够。有一个蒜香不拿的哦。可以啊，那蒜香都嘛弄得娘娘能吃嘛，跟叔叔本来娘娘又不吃辣的。我就是想到我妈她不吃辣的，才拿包蒜香回来。我弄来把水烧起啊，你切了。要得，要这菌根你去炒的话多麻烦，还去配料啊那些，得泡了跟那一头一哈都吃。哎呀，我是想到包大哥来给我做布子，一会儿的那吃不饱了要说我了嘛是。其实你包大哥他不挑食，只要有肉就要得，我跟你说啊。那你这个锅还多脆哦，噶两三把火都开呀。哎呦，你是你们老五。先把这素菜烫了嘞。哎，你这买的猪耳朵那些，我这一哈泡到一头哈都不能拌喽。啥子金蛋啥子来啊？我还等到挨鱼。嘿，那个那是活的。你还说没有得啥子菜的，这么多菜的，现在不烧了，我留起来了。好的。现在煮好了没有？我不贵了。哎，你还可以吧？我婆娘我不在，你还是把它干得出来。我没煮好喂。哎呀，这两盆盆水就懒得去烧了，就用矿泉水。包大爷，那矿泉水瓶瓶我就不开了，咋子办？哎，终于把它揪开呀！还有好大爷，硬是没效果的。来泡一泡特辣，泡一泡蒜香的。来，出去吧，你。耶。不凉。嗯。没听见。包大哥都跟好凉，那只管他自己吃。先倒红油，调味粉，这蒜香油倒进去，再把这调味粉浇花呀就可以了。先把这肉泡在底下，这边蒜香的再来点儿，这剩的来泡特辣，那再把这素菜泡进去吃吧，再把这菜呢炒转一下就可以吃了。那门口站了几个男的吃饭喽，快点哦，你还没饿吧？哎，这不一早饿。要讲你啊，让你进那个来。哎呦，那个给你听的两个讲理哟。啥子来着？你要那个站那个，你自己拿的不得啊？从那边我都没来过。要不要搬啊？我要啊。自己啊，少动要动。我没喊你我要啊。妈妈这次呢，怎么比爸爸做的好吃了？这次炒子哪里弄的嘛？炒热，我上火了，吃到好辣，辣色的。那是特辣的。你在那个买个团鱼来补一下，带个团鱼炖鸡。你看它好美哟、哦！哎呀，你要先捞上岸，你把团鱼给我买起，哦，我炒热。这叔叔年年在你，我都不害怕笑哦。儿孙多得有福分。嘿嘿嘿，爸爸，你啥时候走的妹妹？过年了，过年好久哟。啊，你妈你买个芭比娃娃嘛，妹妹还不紧呢，晓不晓得嘛？我喊他停着那鱼。再搬点肉，黑肉。现在鱼不要吃那么饱，我只是装完，还是你勾都勾不下去。我看见啥？哎呀！看见没有？我看见啥？啊！
哎呀，都厉害，我都没看到。我在这个头来哟，这一碰哪儿家烟？哎，你鼓手吗？来玩玩，来。我来个一扫光一下给你得了，这儿这儿一条大的，不用在那儿的呀。哎，这大嘴巴给我的啊！呀呀呀呀呀！先拿起我看看这是啥子？我银件这头有货哟。我在你妈在这里头玩三年，我都没出来摸了嘞！我跟你说，哦，我真的是。你喊我来弄鱼的，我是下得去手的哟。那过来是黑，那鱼了嘛？你问一下嘛，这儿接呀。哦，哦哟，哦哦哦。哦哟，进来了，还哭着，回来。你们带鱼不是高手啊！哎，看来带会带鱼的都是外山。真大点，我两个哪带着问嘛？有话，叫主人的大哥肩膀带着问嘛。我本来就带主人的。张主，怪不得你光带我的大的哟。这二号这金水好舒服，好轻人。这条五万，好安逸。这条超级摸的三斤，没腰背。我还认得那儿，你吃完嘛？还闹着我多吃点的嘛。